Book 2 52 52 在百货商店我们去百货商店吗？我必须去购物。我要买很多东西。办公用品在哪里？我需要信封和信纸。我需要圆珠笔和彩色笔。家具在哪里？我需要一个柜子和一个抽屉柜。我需要一个写字台和一个书架。玩具在哪儿？我需要一个洋娃娃和一个玩具熊。我需要一个足球和一个国际象棋。工具在哪儿？我需要一个锤子和一个钳子。我需要一个钻头和螺丝刀。首饰品在哪里？我需要一条项链和一个手镯。我需要一个戒指和耳环。我需要一个戒指和耳环。